昆凌受毒贩在三合院卖一级毒品海洛因，53岁毒贩是被警方抓到，也团伙十个卖毒品的人交案。经过长时间的搜证，发现游客来到三合院，打包完毒品准备要开车离开时，警方马上向前围捕，当场游客身躯查到毒品海洛因。另外，出租53岁的蔡姓男子，看到情况唔对，趁机买入毒贩内。被警方破门查到毒品海洛因，店主嫌很狡猾，因为他知道如果用电话作为联络工具，怕会被警察监听，所以他都直接在住处，好像开设 7-Eleven 一样，就如果要缴，知道他那边有贩卖毒品，直接过去，直接跟他购买。警方表示，53岁蔡姓男子平时待在三合院，以卖毒品牟利，警方接到线报，报车电警署指挥侦办。经过长时间的搜证，发现来买毒品的游客拢知影这个所在，而且买的人年纪拢介于50-60岁中间。我们长期监控，得知很多购毒者过去他们在那边买毒。缉捕蔡姓的时候，另外有两个购毒者要缴，我们俗称的要缴，过去那一边刚好跟他买毒，将他们一网成擒。昨天收网，直接连同要缴11个人，全部缉捕到案。警方表示。总共查到一级毒品海洛因3包等重证物，经过讯问后，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行，以上个人地检署扩大追查毒品的源头和流向，继续向为您报道。